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实况上次生存试炼。对，我这次有记住他的名字。OK， 那我们上一集嘛，这座岛其实就是表面上只探索到一半而已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继续来探险。然后在上一集结束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就是重生点附近的树给砍了一下，把一些比较高的树给砍了，然后制作一堆火把。没错，因为我到时候就是我今天探险的时候，我就会就是边走边插火把，这样到晚上的时候至少就可以看得出来哪边还没有走过。OK， 那我们先准备出发。有机车经过。哦，好大好大台的机车。OK， 来这边，而且马上就要天黑，好，就插火把吧。我记得上次这边好像还没有探索过哎，喂，哦对，这边我要来探索一下，这边就是这边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？我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，我看到 diamond， 好，准备，喂，哦 ，OK， 来看一下下面，diamond， 对 ，diamond 在下面，好，先这边插火把一下，证明我有来过。哦，这个位置跳下去哦，痛，不过没有死。上次的铁镐还在，好，来挖一下。获得钻石，那还会不会有？又有哎，好哎，又有钻石哎，碎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还会不会有钻石？怎么办？我又不想找海绵，我想找钻石哎。有金矿，我们来挖一下好了。那算了，不要好了。边来看一下哦，下面好多钻石哦，哇塞，我超想挖！这边又有钻石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想探险，我想找钻石不要，一定还是得找海绵。对不起，来挖一下好了。哦，又有了，不，我想到第一关就这么难。因为一大堆钻石，让我好想挖它哦。又有铁矿，怎么办？哦，又有，怎么办？我好想挖，不行，我不能受到诱惑，我不能受诱惑。哦不，怎么那么多？太多了吧？怎么办？啊，我不行，我还是要把它挖干净。哦，又有了，怎么办？难道我第一关就会卡三级了吗？因为一大堆矿物，所以卡三级啊！不要挖！然后找一下这边，下面还有地方可以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仔细搜索，这边，不行，我不要看铁矿，这是铁矿对我来说已经没诱惑了。我不能再受诱惑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钻石，不行，已经有五颗钻石了。好，已经可以做钻石镐，那我们就不用挖了。喂，我走到这边好危险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往上走一下哦。整个翡翠之梦的生存，这张整个翡翠之梦的地区还蛮大的。这边，下面也有地方，可是怎么下去？我把羊推下去了，我居然杀羊，我会不会被那动物保护协会人告啊？这边没有东西，好，来看一下这边，有钻石，又有钻石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边，我又看到好多矿物这边的话，这边的水流下去，哇塞！不过这个
整个翡翠之梦这个关卡真的地图做的超级壮观，而且，矿物一大堆，喂，喂，这边，这块雪，没东西那它最后一个，它最后一个海绵藏在哪里在哪里？喂，它最后一个海绵在哪里啊？会不会是？等一下，这个水流让我下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下面。下面，钻石一大堆 ，diamond 一大堆。可我看一下这边，我掉下去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还是会复活。这就是不会喷砖的那个好处。安阿西翁不要紧。好吧，我不找下面了，下面容易掉下去，我们现在找上面好了。先来就是，反正上面先探索完毕。OK， 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两颗藏的就有点鬼，可疑了。一定是这个？没有。好吧，我多心了。不会藏在每棵树里面吧？这样我会看那个，就是找到香雅公它一般这边感觉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地方。树上面的话，之前在上一集的时候已经有看到了，就是已经看到树，基本上除了几棵树上面有东西以外，其他树都没有而且从这些位置看过去，没有对哦，我身上有这个碗，对，这个是来装蘑菇汤的。那边还有一只红石，等一下，这个红石就看起来很可疑。这个红石看起来就很可疑，来看一下这边。就这样而已好吧，钻石不行，我不要管它，我不要看它，这个钻石太邪恶。还有哪边？这边对哦，有汤了，蘑菇汤。哪边来？我刚好现在看到苦力怕哦，没有，因为都绿绿的，所以，这边没有东西。好，龙伯，很好，龙伯物件。看一下这边的树，没有啊。也没有东西啊，不会跟我说藏在树里面吧？这个白桦木就，这个树叶就，也没有等一下，还是不行，我受不了诱惑，我还是要挖一下钻石。这个钻石太邪恶。没有，我已经好像快绕到边边这边应该到快边边了，好吧，那我来看一下这边。铁矿走开，我不要看你，气死人了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地图真好漂亮哦。这座岛，这座群，怎么说？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我不会说的地形。我看一下这边叠上去好了。顺便这边有海绵。
海绵这边有吗？哎，会不会在那个空岛里面啊？喂，哎，不要浪费火把，火把快不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喂，从这个位置看过去，也没有什么啊。嗯，那作者要会把海绵藏在哪里？哎，喂，我看一下我的东西有什么可以摆的。嗯，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摆。哎，那样哎，好吧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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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就只有这一棵树而已哦。啊，下面也没有东西了。好，啊，怎么办？怎么找一颗海绵就这么痛苦啊？嗯，来，走。嘿，哦哟，钻石，不行，我要看那个黄黄的，不要看海绵啊，不要看钻石。哎，走，怎么办呢？再给我一碗汤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海绵，是谁住在水大风里？哦，那首歌我还是不要唱好了，有点可爱。我看一下，在这，哎，哪里耶？嗯，海绵，哎，这一边哪里有耶？哎，这边好像都还没探索过耶。好，来这边探索一下哦。然后树叶没有，这边都没有吗？哦，不会吧？怎么地关找东西就这么难找哦？嘿，这边都是哦，悬崖，好恐怖啊！哎，这边好吧，我不管，我要直接用跑的。嘿，我要看一下这边，哎，有箱子，睡哦。嘿，哎，食物，哎，不过哎，这个给我生鱼哦，欸，下面一样是雪，好，没有东西。欸，不过这个箱子我还是打掉好了，避免等一下搞混。好，欸，我看一下这边。喂，欸，喂，喂，这边，喂，呀，这个好像那个，欸，好像马拉松哦。马拉松赛跑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树叶感觉就很诡异。哎，欸，不对，很可疑。呵，没物件。哎，欸，我满了，好吧，蘑菇给它丢掉啊。OK， 看一下，喂，喂，哪里没有东西？好，啊，不管了，直接用超快速搜寻法。哎，欸，谁发明的？哎，欸，这边。哎，这边可以，哎，这边有路，小路可以过去。喂，哇，而且那边好多矿物哦，怎么办？我超想挖。哎，这边，这里。等下，这个位，啊，好，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。反正死了是不会喷砖啊。喂，哎，这个感觉就好像可以让我过去一样，哎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！哎呀！哦，我怎么这一关就死那么多次啊？虽然说是不会怎样，不过我还是，嗯，好吧。哎，我刚刚探险到哪里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地方的上面我还没探索过。好，那我来这边探索一下好了。喂，然后哎，石头拿来摆好了。嘿，嗯，有没有东西耶？喂，没有，难道都没有东西吗？有蘑菇，给我你的汤。
等一下啊，下面，哦，下面还有好多地方可以探索哦。不过这应该会探索很久哎，而且感觉下面哎，这样好像一时要我过去的样子，怎么办哎？好吧 ，Go。哎，很明显这边应该也没东西了。这边下面可以下去吗？好像也没有哎。嗯，好吧，那走这边。喂，这边哎，对，这边上次好像也还没来过。不过先仔细搜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各位观众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啊，不过我现在不是开直播啊，所以哥说这个也没有用。哎，那边这座小空岛。不要我去那边找东西吧。哎，阿德花。嗯，看一下。嘿，嘿，没有东西。好吧，我看一下这边。哎，这个树叶没有。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嘿，嘿，哪边哪边，嘿，没有东西，好，哎，那边有一个箱子，哎，我看到了，那边还有一个箱子，应该是海绵，海绵玩哦，嗯，铁锭，两个，哎，就铁锭两个。嗯，好吧，没有海绵，不过还是我们不能放弃。好吧，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下去找好了。先从哪边找？哎，我们先从右边这样往右边过去好了。仔细搜寻海绵，海绵。不会爬这个，没那么多时间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哦天啊，超麻烦的。这木狗拿来丢的，我要这木狗干嘛哎？好，看这边。我先回来哎。我好像。就有了，好，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好了。这边，一定，哦天啊，我已经感觉到那海绵的气息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应该有感觉吧？不是开直播的话，应该讲这个会被人笑吧？哎，啊就这样，啊不能过去了，好吧。走那么多路，哎，又摔死了，啊，倒霉，啊，我破图了，哎，等一下，说不定这样可以看到那狗，啊，没有啊，这人那么简单啊，哦，还好我 skin 还没出现 bug， 好，来看一下，而且变得有点累格，哎，没关系，我记得刚刚从那边过去的话，哎。对，从这边，然后我们刚刚是往右边，那我们这次往左边探索啊。不用心急，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海绵了。找到海绵之后，我们就
我们就哎哪边？我们刚刚是从哪边来的？对，在那边，应该在那边。我看一下海绵啊。等一下，我 W 键好像快坏掉一样，跑不起来。对，就这边。好，我们刚是从右边过来的，然后我们这次直接往那边，往左边过去。阿伯，不要在我家附近骑机车。哎，这边，哦，这边感觉就有东西。喂，海绵，海绵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下面有那个，有泥土。哦，是这边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亮光，有亮光。等一下。好，我找到，海绵。用红丝火把插着海绵啊！我要丢什么？我要把海绵，我把树苗丢出去啊！有啊！水啊！找到海绵了，这样的话翡翠之梦就等于是完成了。那我们不过翡翠之梦这样子有点，好像这样结束又有点可惜，因为这张地图这座岛真的还蛮大的，我们还是给它全部探索完好了。算是给作者一个尊重，应该是吧。好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，我直接摔下去，摔死好了。耶，反正不会喷砖，是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对哦，现在做个钻石镐好了，我们来。做个钻石镐，喂，黑曜石就是一定要用钻石镐来挖的，也可以用空手打掉，不过会打到很烦。杂物太多了，就把它全部丢进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，OK， 准备来挖，好像一个挖十几秒就可以了。好像十秒钟还是十二秒吧。准备黑曜石。哦哟，果然里面就像作者说的，里面真的有一颗海绵。好 ，OK。那我们，我们再四要不要再四处探索一下呢？还是说直接把翡翠之梦给跳过了？不行啊，可是它好像，好像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探险，我们还是再多跑一点好了。对啊，就因为这边真的那么漂亮，然后这集机车又特别多，好吧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我这边一直听到机车的声音，这边有那个路下面，哇。那是我刚刚来的地方啊！好吧，我错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我竟然跑回原来的地方了。好，来看这边，嘿，有没有？这边也没有。哦，这边好像还有地方可以探险。哇塞！如果长大以后有这样。就是自己家有这样的庭院，那该有多好对不对？如果有钱买的话，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。不过现在是下雨，我还是把那个给它调掉好了。我掉到世界外面。我记得雨的指令好像 WRETHER， 好像是吧？然后。算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那指令怎么打，
欸，不行啊，这样子一直有那雨的效果，这样子就看不出这个地图的美嘞。怎么办？还是来打一下好了。我记得好像 CLAM 吧。嗯？怎么打？怎么打 ？TRA。哦，我英文没用好，算了，哼，气死人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回家好了。大概都看得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喂，欸，这边还有，哎，欸，怎么办？哦，这边还有那个，欸，好多地方可以看，欸，哦，对啊，这座岛超大的，欸，超级大。好，我们来挖。哎，欸，对了，挖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。哎，欸，这个机关到底有什么用，欸？哎，哦，对，我的成就物品，地狱之心一定要留在身上。哎，欸，不是留在身上，一定要放到中介箱子里面哦。完了，下一集就会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海绵。喂，嗯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响音？哎呦，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注意，请不要投太快。因为红石机关它会有一段的回，比如说一些回溯的机关嘛，你需要一段时间让它回溯，不然你一直丢可能会造成 bug。查看目前，哎，欸，喂，哎，欸，这个灯第一颗海绵有了，好，我们再丢一次。哦，有了，哇，再来，哎，欸，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哎呦，哎，欸，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怪哦。哎，欸，感觉有怪的气息。嗯，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叫什么名字。冰雪原域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看一下。没错，第一关已完成，即将要进行第二关冰雪原域，已清空我的就是所有物品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物品都会被清空，然后我们的中介就是地狱之心还是在的。哦，我这边下雨了，不是游戏里面下雨，是真的，我外面在下雨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些东西下一集再看吧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一集的时空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；想知道我何时出片，就按个订阅吧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